这雨林一个充满神秘而又让探险者向往的地方。冬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孕育着数万种丰富的生态资源。昨天我们沿着峡谷一路探索，收获了不少的野芭蕉以及树王子，让队友们在雨林里终于尝到了新月。不用不用，这也太香了。梁哥怎么样？昨天的生活村好吃吧？那肯定的呀，比这苦瓜强多了。正好我今天用藤蔓编织了一个手提篮，走也不打算再去坐高铁。那还等啥？走吧。走。 吃饭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别显摆了，走吧。走。来吧，使劲紧，任务重，咱们沿着河道仔细的找，收集一切可食用的蛋白质。来看看没有，这水里面有螺丝，咱们分开仔细的找。嗯，好。来来来看，这水塘子里一窝一窝的，到处都是，都给它收了。来，兄弟们看，这是个啥？我看看，我去，好可爱的小乌龟呀！哎，跑了，跑了，跑了。哎呀，走吧，这玩意是受保护的，咱们不要打扰它。 找了多少了，李记达？啊，就找了两三个，还有头上玩意。我去，这玩意你也敢搞啊？你爸是想收窝窝头喽？什么收窝窝头啊？好吃吗？行了，赶紧给他放了吧。这可能这几个螺还不够你俩三人分呢。这雨林里随处可见的野苦瓜，这玩意虽然苦了点，不过为生含量很高，多给它摘下来可以当餐后水果。哎，这就是这玩意，就算是山楂这的人类了也顶不住呀。是啊，明姐，我也顶不住了。对不走，我带你们去个秘密基地。来看到没有？ 我来的时候，在这周边上发现了一片芭蕉林，虽然这树上没有芭蕉，不过这下面有很多这种淀粉含量很高的芭蕉根。哇，这可是个好东西啊！来，给它搞出来。好。哇，来，摇了。哇，慢慢来。来。走。哎呦，我去，瓜子，做事情咋这么不小心啊？哎，来，帮你们一起把它扛回去。哇，别说话，哎。 哎呦我去！你这干什么事啊？这叫啊！你这不是骂人呀？行了行了，一边去。主要你们俩今晚怕是又会西北风了。哇，这么猛的吗？我们扛着芭蕉根走了两个多小时，到达营地时已经天黑。哎，哎呀，我去了，把我累得够呛。我去，这玩意怎么吃呀？这是。行了，你俩在这里也帮不上什么忙。李记登去想办法搞点柴来把火生着。好。 梁哥，你去搞根竹子做点副网块，我给你们做好吃的。什么什么事情叫我呀？哎，你就辛苦一下呗。哎，好吧。Artlist.io。 兄弟们，开饭了！来，给我先盛一碗。嗯，我有了。行了，都别抢了，每人都有份。哎，直接倒吧。哎，这玩意激光闪灯，你吃不饱呀？哎，你个瓜娃子，你明姐不是还炖着螃蟹吗？你着什么急？ 来来来，快快快，锅炖开，螃蟹来了！哇，这才是好东西啊！在雨林里虽然条件艰苦了一点，不过咱们每天过得还是比较充实的。没有没有，这才是人吃的嘛！刚才那个清淡瓜子灯根本就吃不饱。师傅，把这再添一点呗。你还没吃饱呀？差一点。来来来，都给你吧。哎呦，我去了，这瓜子。